小梁哥，这个其实之前还是现在帮我很多，然后发现其实这个可以帮我这里很多人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的笔又包的耶，包的好好哦。该不会又是什么电费要我缴吧？这什么？哦，啊，有比刚那个好吗？国语活用词典。对，因为我发现你们的中文也没有那么好。好，你可以出去。哇塞，每样都比你的好哎。对呀，我这个应该说不出去了。所以这个餐券我可以去你餐厅用吗？对，因为这个也有开我的健康咖啡店。那你现在就要做给我吃吗？对。Oh, where's my Santa？ 圣诞老公公呢？你看，我们现在穿情侣装哎，哎，你可以下去了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是你餐厅的东西。我今天带的是法式乡村炖牛肉，这个是你自己做的，对，跟了乌骨米。哦，健康。你们看比尤的服装也好可爱哦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聊天。我可以穿这样，然后里面不穿。好啊。哇塞，这什么聊天内容？哎呦，我会这样会被王友攻击。会。所以就是这个，那时候我可以用一个1000块，可是今天我带这个，你们可以吃吃看。所以这平常在你餐厅也吃得到？没错。那要怎么吃呢？不知道怎么吃。我可以来帮你弄啊。哎，你好像餐厅的经理。你是 Emma 吗？哎，好养生哦。哎，好香哦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好吃哎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所以这个是种南法的味道，然后我们南法的味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味道。哎，你要不要吃一口看看？真的很好吃哎。好了，对啊，我喂它就好了。OK。是不是真的好吃？嗯，好吃哎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吃。哎，梦多怎么了？嗯。你饿了吗？没有，你们聊到明天就好了，没关系。哦，好啊。对啊，所以我的菜单都是。你的味道好抢眼哦。Thank you， 都是非常健康的料理，然后真的好吃，而且它的味道是淡淡的，不会想说啊，你想象中的那个味道很强烈。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？79块，你付了79块，赶快吃一下。米可白，你付79块，你可以吃一下。是啊。啊，我可以发比欧味吗？挑人，不好意思哦，这是我的圣诞老公公啊！我都要付79了，那你要记得12月1号之前去缴啊，不然我会被断话。会被停话。我好幸福，真的好吃啊！我知道会被网友攻击吗？会。我觉得这79块付得很值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 ？OK 了啦，比欧要来帮我们，你看下一个是谁？不要，小小鱼，我还以为是梦多，吓死我了。我的这个礼物呢，非常适合法比欧，是吗？哎呦，非常适合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来自德国，然后畅销上百万台的。来自德国不是适合像贺兆霞吗？他。我不知道，他其实也一定可以用，就是每个人只要有在吃东西、爱吃美食，一定会觉得很好。德国辣椒糕，是，不是吃的，那不是吃的，是说好的，上百台，再买万，那那个怀旧就是销售很好。很怀旧是什么？你说烂的礼物？对，烂的礼物，烂的礼物不能说，不能说啊，请二选一。那我选小的，小的，好的。怎么了吗？比欧了，他不想，他在犹豫，不想开，他不想。比欧怎么了吗？已经选了，已经选了。嗯，比欧还是你？好了，算了，算了，他讲算了，他还放弃了他的人生，算了。哎呦！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不是从德国来的。对，这是什么？刚刚被人家抓包，不是因为他。还没打开，还没打。哎呦！哦，什么？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这个好好哎！哎呦，这是德国的吗？很好啊！刀叉组哎，不错啊，漂亮啊，很漂亮，很好啊，这不错。等一下，你看它盒子这个，你们真的很喜欢哦。它盒子是长这样啊，对，然后旁边有个王叉集团的，老师正品，好奇怪。
你可能是吃了很多排，所以吃牛排送的就对了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个是我的烂礼物。这哦，这是烂礼物，这不是德国，哦，这不是销售。其实你不用说，我们都看得出来。但是我们要让比欧明目，让他知道这个是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比欧，你猜那个看看。比欧脸都变了，这个是蒜头好神器，哎，这个很好用哎，这个好用，这个好用。它只要几秒钟就可以去蒜头的皮，然后可以切成丁，可以切成片，可是其实都不沾手。这个可以用切成皮、切成丁、切，你用这个刀子也可以切成皮、切成丁、切成片。只是比较久而已，很抱歉，这个生气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小小鱼，小小鱼麻烦请抽下一位啦。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天哪！他最不想抽到的是这两个吗？这两个吗？对对对，好，这两个。感觉一下，就是他的好礼物一定也很烂。你可以拿拿看，没有关系。这个应该是琵琶吧？好棒！我感觉是扁鹅。我这个礼物啊，你收到啊，绝对是那个今年的圣诞节，你绝对是大家看到你都会哇哦。哦，说哇哦，你怎么那么衰？然后说哇哦，张立东送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永远走在流行的尖端。现在真的吗？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你要不要先把你脖子前面那个扫把拿下来？哦，我这不是扫把，这是非常好的东西。我怕这个我带回去很不方便。哦，对啊，不会啊，这个可能就是现场不知道什么烂东西，或者是扁鹅吧。如果是烂，就更不方便带回去。这个，所以我选小的。小的，选小的，你选小的，那你手还一直在捏它。我想猜那是什么。还我！买货还嫌货烂。哎，我觉得做完这一次的这个抽奖，以后会不会再也发不到艺人了？对啊，而且以后谁再讲交换礼物，就给他两巴掌。这是什么？不错吧？我很满意。但这个是烂礼物，比我想象中好。这个是烂礼物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 Star Wars。我知道。比我想象中好。但为什么水壶？哦，水壶。这个比铅笔筒好多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它？为什么？很好，因为它正面看是很 OK 的。对对对。但它这样看，我从背包拿出来，被所有人以为我在拿按摩棒。好，我不想要这个。所以我不想要，我没办法用它。我不想要，正面很正常，那一背面就邪恶。而且你不能，就是如果因为它有沉淀，不能咬，不能 shake， 不能 shake， 你一 shake， 有时候球球真的就对了。不行，恭喜小小鱼，恭喜。大的应该是好的吧？我觉得他们大的是好，哦，没有要换，大的是没有要换，那很抱歉，那我们就是来公布这个东西是什么啦。真的是好的吗？你给人家大平台干嘛？大平台，各位，在二分之一强不能给你们别的，我只能给抽到你的人一个满满的大平台。抽出去！老婆，这里真的写大平台。公开之后有没有人要换？啊，不要不要！你们不需要平台，麻烦半年不需要。这个平台很好哎，这个平台很棒。可是如果是我是小小鱼，我宁愿选择大平台，独立的水壶。哎，可以两个都带烂的哦，他两个都没有啦。好的，好个屁！明明就两个都烂的，好啊，大平台哦，我自己。张立东该你了，轮我，轮我。对对对，你的大平台拿走，放在这里一下。哎，还蛮占空间。你要不要留给我们灯光师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萧小鱼就中了啊，因为他不是说立东是最烂的。你要去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，他两个都好烂。现在还有谁没有抽到？孟多，我真不想抽到孟多的。啊，孟多，这算是恶有恶报吗？对对对对，现世报。你可以两个解释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好的就是让你酸到底，烂到爽到底。不是，让你酸到底，兰尼啊，他说有个人叫兰尼爽到底。不是，我咪牌看到，我咪一个，我咪牌一下。你咪，你给我一个眼神好不好？哎，他笑成这样，不
错啦。OK 啦，还好啦，跟你的水壶比算很好了。那我要这个。OK， 你说这个，我要这个小的，因为你们那个眼神太明显了，看不出来。啊，小的啊，他要小的，我要小的。小的吗？小的，确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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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，你拿。哎呀，好幼稚哦！哎哎，跪回啊！你都说他小狗哟！好，好了，应该是好的，真的很好，这个很好用，棒！到底张立东抽到的是这个是这是什么、啊？打开刚刚看不出来，小平台，这是什么？水壶哦。哎，这个好东西哦，很流行哦。这干嘛的？哎，真的很流行吗？绿色很流行。这装假牙的、哦，这到底干嘛、啊？这个干嘛、啊？哎呦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这什么？岔聊啊你！就是女生有时候就是外面啊，突然像尿尿啊，干嘛就很不方便啊。然后就是女生就是这样嘛，就是不像男生就是直接可以嘛。这个东西就是放在上面就直接可以尿。导尿管啊？是啊。我抽到导尿管了。那这根要干嘛？这个是在倒霉，清哪里？这修毛的吗？不是啦，清哪里？这个真是洗干净。尿完的时候刷眉毛。还有这个可以就是什么啦？放这样子，可以比较远一点。可以接瓶子啦。什么了？这是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完全很流行，好不好？女生野外最实用的是啊，是真的很好用，好不好？日本的东西吗？日本的东西吗？不是，是外国的东西，在那个网络上买的，是哎。所以它到底算好礼物还是坏礼物？烂礼物。它这是，那好的是什么？好的。哎呀，可惜了你。哦，这个好多了。我就说吧，哎。真的让你很爽啊，有没有？这不错哎，这个吹风机哎，负离子吹风机。哎呀，这个很好用啊！哎，这在日本狂卖哎，是的，这个牌子。没关系啊，导尿管会不会卖比较好？而且它还有胶原蛋白的。嗯哼，所以张立东，不好意思，你就拿着你的导尿管回去旁边导一下，导一下，谢谢，也恭喜张立东，谢谢。